Hey, I'm on vacation every single day, 'cause I love my occupation. Hey, I'm on vacation. If you don't like your life, then you should go and change it. Hey, I'm on vacation every single day, 'cause I love my occupation. Hey, I'm on vacation every single day, every single day. Every single day, every single day. Every single day, every single day. Everybody sour like a lemon tree. I'm just smiling down upon my enemies. Do the shit I love it on a daily. Say you hate your job, but you'll never leave. Never leave, but that ain't gonna be me. That ain't gonna be me. My brother called me up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Fiona。今天视频呢，是来和你们分享我所有的游泳衣。片头你们看的还满意吗？我选游泳的要求呢，就是第一，颜色要好看显白，拍出来比较漂亮。第二呢，不能凸显我身材的缺点。第三就是最最关键的，就是游泳衣的布料要稍微厚一点，下水了之后不能有任何就是比较透啊之类的问题。反正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第一套，或者说最醒目的，就是这套黄颜色的。这套黄的我是在网上看到就觉得一眼相中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颜色。你到蓝天白云大海边，这个芥黄色拍出来真是太好看了。这条是这样上下分体的，上面呢是这样一个像小可爱一样的平口，下面是这样高腰的一个短裤。我今年非常喜欢穿平口的游泳衣，我发现今年好像也比较流行平口的游泳衣，然后你穿上去整体看上就是青春靓丽活泼又很清新的感觉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平口的，然后因为它这边并没有说什么很聚拢的效果，我觉得平口的游泳衣不是特别适合副乳比较厉害的女生穿，因为你这边的话是完全无遮挡的，是没有任何帮你去这样撸过来这样一个效果的，所以有副乳的女生选平口要慎重一点。第二条游泳衣呢，是我去年买的，然后去葡萄牙海边的时候穿的一套黑白的，然后有一点运动感觉的，也是上下分体的高腰的一个像运动短裤一样的，上面就比较漂亮的是这样完全平口的，后面这样扣起来，前面呢这个拉链是可以打开的，你们看一下，嘣嘣，就是你如果穿的话，你想要就性感一点，你可以做出这种哇哦那种喷出来的感觉。但我一般穿起来呢，我就是这样老老实实的好好做人。然后你看它上面这个拉链，这里小箭头，还有一个三角一个细节。这套在海边拍出来照片的效果，我觉得是看上去很运动，然后非常的健康。我会买这个的还有一个原因是，我觉得这条裤子其实是非常非常实用的。然后上面搭这种比如说红白的一个 top， 然后下面配这样一套黑的，它们不是一个牌子，也不是一起的，但是这样一套又比较穿出新意，所以我还挺喜欢的。好，下面这一套呢是红白相间的，我觉得红白是夏天在海边拍照超级无敌漂亮的一个色彩组合，它是可以双面穿的，一面是这样红白的竖条纹，反面呢是另外一种花色，是这样比较热带的一个花色，它可以双面穿，前面后面都是两层这种很厚的布料。关键这个游泳衣并不是两穿，它可以四种穿法，把这个当前面这样子穿，你也可以这样子穿，就前面是这样系带，然后有点 V 领的一个效果，所以这一套游泳衣有四种穿法。我觉得这个设计出来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。这件游泳衣它还配一个领巾，就可以这样子绑头带，你也可以把它扎在脖子上面，扎在手臂上面，草包上面，腰上面都可以。而且这个领巾我觉得本身的质量也非常好，它连领巾上面都有这个小的 logo。然后这一套和刚才这套红白它是一样的一个设计理念，也是这样正反两穿，然后里外两穿，它里面是这样子黑白比较 chic 的一个款式，它中间这边你看它不是这样子缝死的，你只要通过中间的这个把这个胸垫这样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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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的胸垫就在这一边了，拍出来那个颜色的效果就是这个配色很特别很新颖。领巾也有配套的双面正面两个都有的领巾，这个双面在设计上我觉得它很聪明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忽略了有一点，就是我在拍照才发现，你拍照拍出来这个蝴蝶结就会这样子，因为这两个花色本身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搭，
这样露出来我觉得就不是特别好看，这个是我觉得唯一的一个缺点。我分体的泳衣已经都讲完了，接下去全都是我连体的游泳衣。连体的游泳衣差不多是从去年开始又回热了，就觉得穿连体的啊非常复古。它一面是这样子绿色的，比较有热带风格的，反面很好看啊，很好看，直男纱。就这样波点的，它要波点的，它也配有这个领巾，你可以扎在上面，然后戴一个什么红颜色的耳环，真的就是太可爱了。然后上面带子是这样细细的，它连这个肩带都是丝绒材质的。然后它虽然这一面是颜色比较浅的白色，但是完全不用担心任何会透的问题。去年它是这样一个款式，去年它和今年区别就是去年是这样子尖口的，今年是这样平口的。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讲，我更喜欢平口的设计，因为这样并不会显得身材很好，它这里并没有 push up 的一个效果，所以你前面基本上就是坦坦荡荡。我自己反而是觉得穿这个的话会把身材修饰得更加可爱一点。那旧款的话我非常喜欢它这个花色上面这个菠萝，但是新款的话我更喜欢这个平口的一个整体的设计。好，下面这一条也是我在网站上一看到，我觉得就写着我名字的一个颜色的游泳衣，是我的本命色。它也是这样子平口，今天真的很流行这种平口系带的一个设计。下面呢是做成这样一个抽绳的一个效果，就它这里还有一点点花头，然后你这里可以系个蝴蝶结，就这样你可以抽起来。觉得所有的这种平口的连体泳衣都非常适合外穿，就是你不光是游泳的时候可以穿，我觉得平时你就当 body suit 穿，你下面穿那种牛仔裙牛仔裤，然后搭这个就是超级时髦。因为游泳衣它自带这种胸垫，所以你里面也不用再考虑穿什么 new bra 啊，什么文胸啊之类的，这个胸垫本身就已经可以起到了一个支撑的效果。我觉得游泳衣你夏天当那种 body suit 外穿，真的时髦舒服又好看又方便。最后一条泳衣是我最新收到的，我还没有机会穿，是这个牌子。不过我今年夏天还会去海边蛮多次的，所以到时候你们也会看到我穿，给你们看一下哦。我收到我就觉得哇、哦、好好看啊，它里面有这样一个芭蕾舞的黑白连体的，然后上面这里有一点点镂空，比较玛丽莲梦露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也是不是说特别厚的一个胸垫，我反正不喜欢很厚的胸垫。背面呢你可以这样把它系起来，以后是这样一个大蛙背，肩带这里还有一点这样的蓬蓬的一个纱，和芭蕾舞演员的这个裙子一样哦。它这个游泳衣哦，它不是双面的，你们看的几乎所有游泳衣它都是这样双面的，看到吗？但这个的话它是单面的，你看嘛，它就这样单面，你没有说双面的，但是样子还蛮好看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而且胸前这个样子的话看上去腰线非常高。好，那这就是我所有的游泳衣。我觉得夏天的话就是有几套穿得很好看的，然后拍照漂亮的游泳衣去海边，就是真的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